由台南市社会局所来主办的复活节家幼餐会，4月29号伫个北区和顺里活动中心举行。从下早开始，现场就有人为家幼来免费夹头毛、量血压、做身体检查。希望讲咱今仔日这个活动顺利，啊，嘛会当互遮个街友啊，感觉真欢喜啊。每一届哦，每一年咱拢会伫这个三节，就是咱端午、中秋啊，甲过年啊，甲这个复活节，咱拢会招因来食饭吼，啊，大家做伙啊，互因会当啊，这个心理上较欢喜嘞，啊，会当早一日自立生活。为家友来办餐会，市长赖清德嘛无将因来放袂记，不只是含大家做伙来食饭，也发红包，而且对着台南市家友的状况也是相当了解，可见是真用心的。咱台南市登记友案的拢共188个，其中51个人系主持住伫安养院，也是护理之家，吼、哦。那么村的呢，差不多有17个人。住伫临时的这个安置的所在，啊，佫有三个伫租厝，一个伫朋友遐住，啊，另外一个伊家己要住公寮，啊，拢共还佫有112位，吼、哦，是伫咱市面上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感觉伊家己的所在，啊，伫遐咧生活。那市长讲，台南市是一个温暖有爱心的城市，希望家友会当早日来找到头路，离开街头。